较瘦啦，啊，你啊食寡素粉啊汤，麻油鸡补一下，未来日子你看，我搁愈瘦，而且，行啦，啊，没有啦，我觉得你要增肥了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像我安尼有无？我吃的完，才两三杯而已啦，两三杯，五杯，没有那么多，对啊，一礼拜分拢出起啊，拜年来冤枉哦，拜年大家想讲我做老吃的呢，没啊，最近都来都大块，难吃就是，哎，我之前有感觉，有啊，我最近分两公斤，两公斤，苏小布，哎。无法度，先你就好啊。我来讲，阿哥，我来讲，叫我卖食物件，我只动无啥会着。哦，我只要没有吃东西，我就心情不好。啊，而且你袂吗？袂啊，你袂？袂啊。我只要有无，然后我巴肚枵。我只要甲人笑眉，我心情就是好诶。笑眉不是心情无好吗？没有，我超欢喜。今天嘛是啊，有发泄的出口。哎、欸、哎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嘛是，那嘛是有省啊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那个解压的方式都不一样。真的不一样哎、欸。有些人吃美食。啊，有的人买名牌包，啊，有的人去佚佗，啊，像你就爱甲人笑眉，你怪怪的。有人叫我眉，我拢真欢喜。没有啦，那其实也是一个那个发泄的出口。啊，不是啦，其实是开杠啦。哦，开杠啦，对啦，本来那开杠起来，啊，有心事讲一讲就没什么事了，对不对？对哇，所以要常常打给我。好啊，啊，你也有闲，你也看好我，我对着你叫电话。所以我都会忘记，你会忘记哦？会忘记啊！太多人了，太多人，太多事会忘记了呢。没有，就是每天赖都很多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太忙了。你没有吗？你应该很多啊。我还好啦，我男朋友大概七八个吧。我不是七八个，是七八十个。开玩笑啊！他等我应付会起你啦，啊，对不对？男的朋友可以谈谈心事，很少呢，就是很少会有人赖我跟我谈心事，因为我的人有无？其实我伫舞台顶，安尼小小懒懒，安尼开讲。其实我下台之后不喜欢讲话，真的，嗯，就有反差。我喜欢下台安安静静的，我安安静静的，你像都没开人哦，无什么代志的，底下看我一直赖，我感觉烦呢。我刚刚有什么代志直接讲的话，对啊，就是重点讲讲诶。我靠，迄个时间我都下班都足忝嘛，我就是要赶紧看我的电动，看我的电视，讲我的物件，就是享受自己的事情。对啊，享受自己的时间，所以我下班之后我就不太喜欢聊天。对，哦，阿边啊，亲阿来啊，咱较紧嘞，继续唱歌，继续安排，等下你答应。系啊，亲阿来啊，你来，好穿你就穿足少诶。哦，我带有来啊。对对对，带有。今天都买到平胸诶，我带有。诶，我来讲，伊个皮肤上以前闷骚型诶咧，伊个耐了闷骚型诶。一届来两个，我一届来两个，我看我国亲阿来。伊个耐了，我拢是不担心样子，冰山美人哦，秀秀的我感觉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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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这样。Yeah.